去了。大家好，我跳波。昨天闪电和秀罗大战以后，咱们家老铁一直关注他俩的状态怎么样。大家看秀罗啊，来，其实大家能清楚吗？能清楚的看到秀罗吧，一点影响都没有，昨天十一也没有影响。然后咱们放闪电啊，看一下闪电，带大家看一下闪电，闪电的伤要比秀罗重一点。秀罗过来，看一下他能不能给咱们配合一下，做一下科目啊！闪电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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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下，坐下。其实做的这东西啊，是好久都学会了，没有难度啊，增加一点难度啊。哎，闪电，坐下，坐下。问一下，哎，好，过来，坐，卧，很好。这两块呢，之前已经做过了，也没啥意思啊。咱们今天尝试能学一个新的科目啊，看能不能学得会啊。坐，卧，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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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躺。往前来的，哎，往这儿来，坐，卧，躺，躺，躺，哎，躺，大哥，躺，过来，吃不吃？相对于这些警犬，它是有很多弊端的，很多优势上比不了啊。就比方讲哈，把主人的意识啊传递给它，本身就是一个难度。
再试一下啊。过了，糖，糖，过了，糖，糖，糖，哎，糖，躺下，哎，躺下，躺下。加拿大地犬有些口啊，这些科目是可以的啊，但是如果说要达到那种警犬那种高要求的话，他们先天是有很多局限性的，好吧？然后今天视频到这儿，下期再见，拜拜大家，拜拜，走了。